等一下啦，我现在要被公干了，等一下，全世界都想干我。啊呜啊呜啊呜！哇，干下路一泽要去了。为什么一泽会去？我遇到的一泽，不管是队友还是对手，都很烂。你是从玩这游戏玩多久啊？从 S2 开始吗？是的 ，S2 开始的。那你那时候就是打辅助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打jungle，后来玩上路。那为什么现在打辅助？因为一个人孤单寂寞觉得冷了，所以想要下路谈恋爱了是吧？然后下路有个人陪啊。听说你是烟儿，好啊，全世界都认识我啦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在低端不小心打出什么名称啊？路是什么路？现在要崩溃，我又不是打 AD。不要怕啦，不要怕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不是打 AD。啊，干嘛不？他露出来了，这个李星，李星眼外露出。不要十八禁。看到人就直接高，高，给，给。只差一点点。的没有啊，我放个一就退了，那路先地过来。干我吃不到苦。我真的很讨厌打达瑞斯哎、欸，为什么低端这么喜欢出达瑞斯？吗？我都出教学影片了，你觉得我不会吗？还没看的快点给我点进去看。李星我来了，李星。下路，下路为什么要一直死？他要用掉 Q 了吗？可以用一下 Q 吗？靠北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里面？你知道甲壳是很需要头吗？啊，不，哎，大家入。哥，我在你旁边，哥，爸爸，你女儿在你旁边啊。你看，我有了钱，还有办法给你零用钱。回去守塔，其实这样我跟你们说，这样是非常不优的。你们用一塔换一个二塔是超亏的一件事情，千万你们要记得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做啊。他们如果一早知道对方要拆中路二塔的时候，他们早点回去，二塔其实是不太会那么快掉的，不会掉，因为刚刚二塔是满血的。那你用一塔换二塔，二塔而且还是中二塔，他们能获得的地图物件是更多的，
这样我们的野区都会被对方掌控。如果对方在我们家布置视野，那我们的行动都会被知道。那这其实对逆风来讲，已经是劣势的情况下，你的地图还被对方掌控的话，你的胜算就很低。你现在只能打什么？你只能打一波叫做对手操作 fail。稍，你们怎么要开战了？又大家一起跳恰恰，一杠二下安。其实正常要这样没错、啊，你们就尽量跳恰恰、啊。我你们不要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就突然开战嘛。旁边有微扣枝哦，左边有微扣枝，小心。原来那是义大师哦！靠、啊，我本来一直看到他，我都以为他是菲欧拉。哦，可以去上厕所了。这边有两只 AD top AD top。我是不会怎样啊，但是你勾河蟹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了。这样出名了吗？是的，我再把它剪到 YT 里面，你觉得如何呢？已经剪了，呵呵。你如果不跟我说你的年纪，我可能以为你只是个大学生。原来是一位童心未泯的大叔啊！之前也是有人这样觉得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那我的声音，他是说听我的声音啊。嗯，那我的声音，你觉得像几岁呢？讲话，我要想一下，给人家一点思考时间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十八，好，可以。蛮聊天是欠人家嘴是不是？女人就是这样，怎样？总爱逼问男生说一些违心的话，一点思考的时间都不给。只要一旦男人做出思考，那就代表这个男人正在想着要怎么说谎。我怎么可以让你们说谎呢？你们要练习你们的脑袋跟婴儿讲话的时候是可以很直接的表达出来。你们就算要说谎，也要练习到直接讲。不不，等一下啦，我现在要被公干了。等一下，全世界都想干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, surprise, motherfucker.哎妈的！拜拜！我动都不能动，他在思考诚实会怎样？笑死！对啊，和什么？你还对？像我三场就这样子赢了。哎、啊、，BO 什么的怎么这么简单啊？每一场都逆风，每一场都赢。对面的加油一点！是我的粉丝就多看我的台，你们每次撞到我都打输我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哇，生平第一次爬到金牌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在最后爬 BO 的时候下了一单非常棒的一单。希望你有个很良好的完美体验。好。
好了，那你那就这样咯。好，谢谢啦。